Good morning, everybody. I hope you can hear me. Hello, my name is Killian Clifford, and I am the moderator for today's session. Now, I'm just going to try and share my screen here with you. Welcome, everybody, to the Diaspora Summit here in Dublin, or virtually, as we are all joining it. My name is Killian Clifford, and I am the host for today's session. Now, we have today, so I'm just going to stop sharing my screen because it's not working, but we have today a session on the diaspora philanthropy called Time, Talent, and Treasure. So philanthropy is often defined as private contributions for public good. And we see it most obviously with large entities such as, say,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or 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But philanthropy is more than just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t's about the three T's of time, talent, and treasure. And here, diasporas have a rich history in philanthropy, whether it might be through mentoring, which is time, skills transfer, which is talent, or indeed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is treasure. And through philanthropy, diasporas become important actor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ether it might be at home or abroad. So today's session will examine this role more closely and explore some of the key trends and models for success. And from these learnings, actionable takeaways for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area of diaspora philanthropy will be provided. And the output from this session will feed into the output document for the summit, which is known as the Future Agenda document. And to facilitate that, we have a争取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日程呢还是很紧凑的。首先呢是 Kings Lincoln，然后还有呢是来自于 Alpha Nagash，那以及呢来自于 EDS 的演讲者，那这些。同时呢，将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解。我觉得在座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至少呢，在 Zoom 的平台上都已经有工作2年以上的经验了，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的操作，并且我们会全程录音。另外呢，我们也会提供联合国6个官方语言的所有的语言的翻译，那这个呢也便利于观众那来进行提问，之后在讨论的环节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随时举手，那或者是把你的问题打在聊天室里面。下面我们就请 Kingsley 那。请他来发言，非常感谢 Killing，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此节的讨论当中。我的背景呢，是我那运营一个在美国的慈善移民组织，有17年的经验，然后当时呢是在纽约以及呢，像一些烛光活动等都是非常成功的。那我呢也非常认为，第一开始如果说这个钱呢并不是特别多，那也没有关系，是积少成多的。那关于慈善，它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三个。我认为这一个定义是非常好的。我特别喜欢这样一种比喻，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那我们呢，既需要业界，也需要 NGO，还有政府的一个三方的参与，当然也包括一些宗教团体。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这个领域的爆炸式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因为西方的系带的一个财富的传承。那
之前呢，他们的这个财富是在六七十岁的人的手里。那我们之前有一个报告说到，在美国呢，大约有30万亿将会进行呢到2050年的代际的一个继承。如果你想到这么大一笔财产的话呢，它呢这些在个人手里在代际传播的时候会走向哪些渠道？第一个呢是给到这些孩子们，包括呢他的子辈以及孙辈，当然也会由政府的税收系统。第三呢，也就是给到慈善的一些渠道。我们说呢，对于一个生命而言，先是成功，然后要变得卓越。那一个人成功之后，他就会看一下他能留下什么样的传奇。这就意味着呢，这能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在移民慈善方面的很多的机会，以便让这样的那财富呢也呢走到我们的这一个领域当中来。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呢，在全球呢有呢各种的慈善机构，比如说呢在70多个国家有2000多个这样的，那由美国那最早起源的一些慈善机构呢在运作。那我们呢当然也会由政府税收呢来设立的慈善机构，当然还有像美国的 Fidelity 的银行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那把这个钱呢放到了包括像慈善的机构当中。那他呢能够那现在呢已经是有100万这样的捐赠人，那总共呢超过了370亿的一个捐款。另外呢，今年呢，我们对于外国的捐款，我说的是美国之外的捐款呢，也是不断的在持续的升高。那这就使得我们的人以及知识还有财富呢在不断的来进行呢流动。那我现在呢是和爱尔兰的基金会呢也在共同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呢通过移民慈善做出一些改变。大家知道钱呢是我们的组织的氧气，只有从有钱的人这里我们才能够筹到资金。另外呢，他们会把这个钱呢给到呢就是说他信任的人的手里，比如说卡内基基金会呢就是这么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呢看到这种慈善呢，它呢应该是能够呢求到这样的慈善捐助的渠道，这也就是我们移民慈善的一个要义。我们需要呢使得这种捐助来真正的发生。那这个而言呢，我们需要呢来发展出呢移民的慈善，包括像是在大学当中的一些体系。第一个呢就是从很大基数的人群当中筹资，即使是人很少，但是呢它的基数大。另外一种模式呢是通过在很少的人当中取得大笔的钱。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有点像运动似的，在一大群的人当中进行小额的筹资。我们在过去那事实上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进行调研，这就
意味着你要知道这些移民在哪里，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早上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的数据，包括这些数据能够给我们首先知道说我们知道移民在哪里，知道他们愿意做，并且要看一下他是不是有能力这么做。也有可能呢，他的确有能力，可是呢，他却没有这样的意愿。这些数据都要弄清楚。那第二个呢，就是阶段，就是培养。这就意味着你在自己的组织、你自己的项目在内呢，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定位。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也花呢非常多的精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呢，那真正的要呢，要请求说我们有能力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呢也要让人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作为一个要求者、请求者，你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人。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一旦别人做了承诺之后，你呢需要能够非常清楚地解释你的角色，你要让他们知道我拿到的你的承诺将会用于什么样的渠道。那通常一旦人们不太愿意对于移民那慈善进行资助的原因，就是呢他不知道你拿去他干什么了。那所以呢，比如说像是大规模的小额筹资，你就要需要做清楚调查研究，然后要知道他该如何做。我最后想说的一点就是，爱尔兰的一个教授，他们呢开始交谈，他呢也是那爱尔兰的一个移民的组织，他从来没去过爱尔兰，但是呢他开始给爱尔兰来进行捐助，尤其是给大学。他呢总共是给爱尔兰的大学10亿以上，没有这个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组织呢发展到这个程度。查克维尼就是他的名字，他和那比尔盖茨等都是在慈善方面驰名的。那他呢也特别呢相信说，如果说呢，如死亡呢，应该是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所以他愿意做这样的捐赠。他现在在三藩市，然后他呢，愿意在去世之前呢，能够尽量的呢，将其做捐助，包括是移民捐助。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开场白，非常感谢您的话。那也我相信你刚才谈到了很多的一些重点，比如说对于移民慈善机构而言呢，不是说要想当然，而是一个整个生命周期的，从一开始的和人的一个接触，到整个的过程当中的和人的不断的交流和接触。那下面一个呢，我们呢就有一个 TED Talk 的部分，是从 Manna Magach， 他呢是来自于非洲的移民的机构的，我请我们技术人员来分享一下这个视频。我是来自于非洲的，那我呢是为了非洲的这个desk 工作。我本身呢来自于呢加利福尼亚，在这里呢我呢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来跟大家来交流，也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支持。我知道呢，从 IOM 的 Kingsley 等你们的会议的组织者的热情以及呢你们的友善，在这里呢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的在这方面的经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对于非洲的移民的慈善而言呢，很显然包括将整个的非洲的移民的群体来团结起来，那我们也能够呢动员一些企业家在这一个非洲做更好的一些事情。我呢是在1964年的时候才离开了埃塞俄比亚，那我还有兄弟在那里，所以我呢也那当时呢就上了大学。那那个从1969年之后呢，我在美国呢就开始一路往上学习。Has been very, very beautiful. And so I think that sense of beauty and challenge on all of the complexity that I felt when I was trying to make ends meet too while I was. 我当时呢也是迫于生活，迫于生活，就很想知道其他的人他们要养家糊口，他们又怎么样去生活。这对我来说呢是一种安慰吧。我也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可以非洲人之间相互帮助的话呢，那么会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就参与了这样的组织，非洲人帮助非洲人。而这些侨民也是非常愿意互相帮助，所以如果在我的社区当中，如果我成功，我可以给其他人帮助，无论是在我的祖国或者是在我的侨居国都可以帮助他人。而且我们还会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帮别人呢？非洲侨民网络是通过了5年的时间呢才将整个组织建立起来，有一定的规模。我们还与政府的与外国人相关的部门进行合作，那些许多对我提供支持的人都是想找一些非常实用的方式来帮助非洲人。那么通过这样的努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有可能的。现在也就是看到了如何让非洲人可以帮助其他的非洲人，而且呢帮助他们发展。如果说是没有这些行动的话呢，是不可能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symposium， 那么到底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给一些资助之外呢，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经验传授、培训。我们还建立
起了一些互相培训、互相帮助的这些做法。那么还在2022年也准备一些其他的项目。2020年由于我们的这个成果在硅谷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考虑了是否可以为非洲人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些做法。我们也与一些基金会进行了接触，从他们那得到一些资助，建立起了黑色种族领导人的这些项目，为非洲人、黑色种族、非洲美在美国居住的人提供这些发展的机会。像我这样的非洲人离开了祖国，大概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离开了我们的原住国，还有的是几百年以前呢，是以奴隶的身份到达了美国的。那么我们有责任回馈社会，不仅仅是帮助非洲人，而且要将历史和现代之间也建立起联系，建立起桥梁的关系。我们还在加州做了一些项目，还包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这些类似的项目，都是为了帮助非洲黑色种族更好的发展。还有一个项目是与卫生健康相关的，而且是由盖茨基金会所扶持的。为什么这样的做法是必须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些侨民组织起来呢？是因为有一些以身作则的这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侨民的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必要性以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无论他们可以提供的是时间啊，或者是资金，还是这些经验，都是非常的可贵。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整个大陆的这些现象，也可能可以改变一些印象，也就是非洲人走出非洲呢，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方向，而在非洲大陆本身也是有很多的移民在非洲国家之间进行游动，可能是出于政治或者是游学或者是工作的原因，而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之间进行移动。那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一旦成功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回馈社会。我们继续相互帮助，因为我们世世代代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如果侨民可以将我们的存款，也就是非常巨额的这些存款，如果说能将这样的一个存款只拿出一点点来投资于一个平台，那么就会
为非洲的社区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作为侨民个人本身，我们可以考虑可持续的这些发展，为我们的大家庭进行帮助，更多的也还需要为我们的社区进行辅助，无论他们是在哪一个国家，所做的投入会为非洲大陆带来改变。两周之前，迪拜参与了那的一个活动，有许多来自于美国的人士在那儿去讨论如何帮助非洲，有些什么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周五我也会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周五我会参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在非洲，侨民的工作有成色是由于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工作做得好。我也非常感激那些对我们的做法提供了很多的信任以及帮助的人，特别要感谢 Martin Russell 一直是扶持我们的一个人士。我们的征程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也感谢 IOM 以及所有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我们也会尽最大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是愿意相互帮助的，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国的这种精神是我想继续下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阿玛所做的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这么一个经历和这个故事。感谢为我们所谈到的非洲侨民组织的一些工作，谈到了融资，谈到了通过培训如何培养非洲的企业家，同时还为远在祖国的非洲社区提供辅助。我们的时间已经晚了，那么我们直接请三嘴来做一个发言，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经验。谢谢，谢谢 Killian， 谢谢 IOM， 谢谢 Kingsley 邀请我做这个发言。我叫 Sanjay Joseph， 我是 In Diaspora 组织的负责人。今天呢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这次会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In Diaspora 组织，可以更好的为大家让大家了解，我们是2012年成立，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旧金山的一位 Anantrama 人士所创办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侨民。我们是一个成员式的组织，为侨民，特别是印度的侨民的领导人所创办的，无论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关注点，也就是我们的几大支柱。首先呢，也就是
不会参与政治，另外呢是参与公民活动，以及注重的是慈善对社会公益所带来的贡献。首先呢，除了鼓励那些成功人士，鼓励他们成为我们的成员，他们大概是在五六十岁，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经验，这是好的一点。同时我们还关注侨民的下一代，因为也就是印度的第二代不一定与第一代的这种文化和精神联系那么紧密，所以呢我们也会关注第二代的成长。此外呢，我们的组织还关注全球的联系，我们如何将工作全球化，不仅仅在美国有活动，在印度我们也有办事处。此外我们在非常的关注印度侨民的领导者，在像阿联酋、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都有活动，再往后我们会扩展到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因为印度的这个侨民呢已经是3200万居住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想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三大支柱。首先呢是鼓励创新，它不仅仅是为个人带来财富，更重要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把它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好的办法。我们希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参与政治。在美国，美国的这个赋税制度呢，决定了我们不会参与这些政党的活动，但是呢，我们会反映的是印度侨民的心声。二，我们与其他的社区代表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说犹太社区和其他的少数种族社区都有很多的合作。之所以要提到这两点，是要为我的下一个话题做一个铺垫，就是我们的慈善行为。许多的成员都是与我们的慈善活动相关的。举个例子，在慈善工作当中，我们对慈善有两个观点。首先，许多的成员与印度还是有联系的，他们也希望为祖国做贡献，我们也非常热心的帮助他们，也建立起了平台，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更有效的为祖国的社区进行帮助。二是对当地的社区做贡献，无论是在印度出生，无论对祖国是有强烈的情感联系，
还需要考虑的是你的居住国，无论是美国、英国、像阿联酋或者是新加坡，你所居住的国家，在过去的二三四十五十年，你已经在那儿获得了成功，而且呢也非常的有名，在有一些案例当中，有的个人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财富和权势。那么对当地的社区或者说对所居住国的贡献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时间呢是已经晚了，那么我希望有时间再把它这个讲完，如果讲不完的话呢，希望呢待会呢在 Q&A 的时候再继续把它讲完。甚至呢我们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实力捐助的，我们都愿意能够呢使得它和对于印度的捐赠有所连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组织而言呢，它呢叫做 IPN， 也就是呢印度的移民组织。在 IPN 过程当中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啊，它是如此独立，在之后的两年当中呢，我们已经是不断的壮大。我们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IPA 它的组织架构呢有一个 CEO， 就如同所有的慈善组织一样，那它呢是目标市场是印度，但是是呢植根于美国的。那自从2017年的8月份之后，我们就开始呢请一些那 CEO 来谈一下关于那一些政策性的话题，比如说那所有的这些机构如何能够形成合力，在价值链以及供应链的上端下端形成合力，以及他们在美国的筹资的行为和大的活动呢不会说有任何的冲突。那所有的这些 CEO 以及呢我们的慈善的论坛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性的组织。这呢听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想一下，有几十个不同的慈善机构在美国植根，但是都是为了印度的慈善而工作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协调组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2017年建立 IPA 之前呀，我们就不断地说服他们说必须要有一个印度的慈善机构的联合体，这就是我们建立 IPA 的初衷。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我们把它叫做 Chalo Keep 项目。 Chalo 的意思是印度语言，它是说让我们走，那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呢让我们给予，Let's go, let's give。 那这就意味着呢能够呢为印度来进行筹资。我们呢在各种印度的不同的地区以及呢开展了各种不同的项目，在过去两年当中新冠的期间，总共呢是为印度呢是筹到了500万的美元，那其中呢是有250万
直接放到了印度，另外的呢是帮助在美国的一些印度人。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呢在结束之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Let's Give 这一个项目啊，我稍微的再往回顾一点，如果看一下我们全球的一个网络，我们需要和这些移民以及企业家呢来进行连接，尤其是在他们的下一代还幼小的时候，愿意和他们产生和印度援助国和本土国的这样情感上的连接。那对于这个 Let's Give 的项目而言呢，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政治的倡导和参与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科技的进展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好处，使得更多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些科技的好处。可是有的人却是被科技呢远远的抛在后头，而我们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就是使得这些被科技抛弃的人呢也能赶得上时代。那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些工作呢，就包括对于一些社区能够呢帮助这些那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印度的企业家，他们集中于那已经有代际科技落后的这些人群的提升方面。我知道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希望之后问答环节还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来交流。非常感谢您对于印度移民组织的一个介绍，并且呢也说到了对于移民慈善机构而言的一个全周期的管理。那这个所用的一个说法就是，那要对于援助国以及你的居住国都要有贡献，这才能够使得一个移民的贡献呢他觉得是有意义的。待会儿呢我们的讨论环节呢，那不管是分享你自己的一个评论还是分享，你都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直接举手来实现。我现在想做的是来从咱们的背景材料当中的一些问题呢把它放到屏幕上，然后我们事实上是有三组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够在政策的程度做出什么样的建议来更好的利用移民慈善？第二个问题是，从项目的角度而言呢，我们如何能够赋能并且用好那移民慈善？另外呢，我们谁应该是主要的一个角色和政府来进行合作，并且使得那移民慈善的作用呢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我认为呢，利益相关者是在整个的移民慈善的一个背景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问一下 Kingsley，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的利益相关者究竟是谁？ Kingsley， 你能听到我吗？好的，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你的这个声音好像质量不是特别好，现在能听到我吗？ Hi, Kingsley. 好像是有
比较强的回声。好的，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对于那移民慈善而言，我们的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为那对于移民慈善更多的是私人为公益，那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它更多的是一个提供便利者，那它呢应该能建立起一个非常宜人的环境，使得呢移民慈善机构繁荣。对于这样的个人的移民慈善，不仅仅是能够存活下去，而更多的是来进行筹资，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他的机构往前走。我认为对于政府而言，能够建立起一个适宜的环境，那对于爱尔兰的政府而言呢，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爱尔兰之外，都进行了对于项目的支持。不是说他呢，那政府呢全面作为一个执行者，而更多的是一个便利者。我认为呢，他更多的角色是提供便利。那我知道爱尔兰关于移民慈善方面做的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在过去都是如此。从那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好的经验？我觉得呢，有一些直接投资，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移民直接投资。我们呢，那能够看到他们愿意向爱尔兰方向来进行投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投资，而更多的如果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建议等等，这都是很有价值的，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向性改变的起点。我们把有些人叫做商界大佬，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将会有呢很大的一些影响。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是的，是需要呢一步一步来的。Sanjay，我们回到你关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从政策的角度，因为呢你呢在印度移民组织当中的工作的经验，从政策建议的角度而言，你觉得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移民慈善？我想说，从 Kingsley 刚才的一些说法当中继续，那他刚才说的几点是很好的。政府呢，它并不是说呢一个主要执行者，而是一个便利者。它呢不是说一定要亲身参与一些移民项目的参与。我呢，我肯定是非常同意的。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有的政府呢，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比如会有自己的文化的背景的原因，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觉得合法的原因，他会不鼓励这种移民慈善。这个呢恰好就是我们这一节想讨论的 Kingsley 最早所说的一些主题。我觉得呢，我们必须要在政府以及呢商业界移民组织之间建立好一个
很好的联系，对于政府而言都是在不同的一个阶段，对于美国而言，慈善相对来讲容易一点，比如说那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或加拿大呢，也是呢更加的容易操作。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这样的移民慈善组织将会生存更加艰难。我这绝对是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如果想影响这个大日程的话，这一点而言也是政策层面的大讨论。感谢。那我们观众想要问的问题，如果大家想要问问题的话，或者通过聊天室或者是举手。我们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项目的一个执行，以便能够更好的利用移民慈善。商姐，我能不能还是回到你这里，如果说政府是一个提供便利者而非是亲自的执行者，那你觉得多利益相关的模式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模式呢？你觉得如何呢能够更好的利用移民慈善组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呢问的这一点啊，那从项目的执行，我认为有两个角度。我呢想要举印度的例子。我呢开始在过去的5到6年当中呢看到，从印度政府的角度，他们已经越来越成熟，觉得慈善机构是需要的，而且呢政府是没有能力或者是至少无法自己提供的。但是呢想到政府他自己日程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在印度的各个政府当中会有自己的不同的重点，那比如说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政治日程，这种重要日程在中央级政府、地方级政府都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呢，那对于移民慈善这个话题，在中央政府也许在日程当中位列不前，可是在某一个我们的州当中呢位列靠前。那这是我先说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些组织那如何能够发挥作用。那比如在我的这一个角度上是 IDM， 那对于这些组织而言呢，他们必须要准备好作为一个集体。那比如对于中央政府或者是州而言，他看一下全面的他的慈善需求是什么，并且呢在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来看一下需求。我们看有的组织给儿童提供餐食，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也做得非常好。还有呢有的人提供另外的需求，比如说在欠发达地区建立学校，要保证这些学校的设施都非常完善，那这也是很好的。那对于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如果他发现儿童营养缺乏、儿童饥饿是一个问题，并且呢也发现儿童教育也是一个问题，那像我们 IPM
这样的机构，我们将会说咱们分工，我呢来负责这一部分，你呢负责那一部分，我们这样就可以帮助当地的政府完成他们的政治上的重中之重。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要知道当地政府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 Kingsley， 你要不要稍微说几句？我呢很同意桑吉所说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讲的故事呢，就是说像一些慈善家他走来说，那我有一亿，我想要呢来进行捐赠，那我们就呢来看一下呢究竟怎么如何把这个钱做得更好。还有呢像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小额的捐赠也能够建立联系，比如说即使是$50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一个这个捐赠，我们就让它百花齐放好了，大额小额都是可以。Organizations that we engage in, what makes them really successful as diaspora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And I think you need three thing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a great case. You know, why do you exist?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But the cases are overall pretty strong. The second thing you need is a constituency. It's got to be a group of people who care about what you're doing.And that goes back to the big question of the morning. 还需要有集体的精神，也就是第三呢，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领导力。领导力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嘛。那么有的呢，就是从个人开始，然后呢，他吸引到了其他的人加入进来。我的组织也是一两个人 ，Tony O'Reilly， 他是。Heinz 食品的一个负责人，然后还有 Ian Rooney， 他们俩发起的，所以我认为领导力是重要的，政府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他们可以找出哪一些是有领导力的人，所以三句所说的下一代的关注也是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是。那些人的父母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下一代愿意跟这个祖国发生联系，这些呢都是好的例子。我有一个问题啊，那样的在侨民之间的这些参与，那是否是逐代逐代的会减少？比如说第一代呢与祖国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我的下一代也可能只减了已经减少50%了，再往下传只剩下25%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这个体验，就是不同的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尽量的鼓励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代的这个侨民。我先回答吗？我先回答吧。我相信你要说的是非常的多。我跟爱尔兰的这个体验呢，是他们的四代以前的就是之前的这个祖先到的这个美国，并不是说由于时间的推移，那么他们与祖国的联系就会减少，而且现在又有了技术了，联系非常容易和方便了。以前如果是居住在不同的地方，而现在呢，都是可以住在加州，你可以与全世界进行联系，所以这些呢又是新的元素。还有呢，我认为没有一个就是印度侨民或者是爱尔兰的这个侨民，他们就是原来在印度的时候，在爱尔兰的时候，可能相互之间互不往来，但是呢，
再看到印度，有不同的这些想法，所以也需要去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所以侨民啊，他不是仅仅与自己的这个祖国有关。那么像我在哥本哈根也是做了一些这个项目的，所以我觉得它不限于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不是局限于某一个这个国原籍的这个群体，是确实是这样。像印度人的话呢，比如说共同的食品、共同的文化，也可能应该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侨民会有更紧密的联系，完全根据印度的哪一区，以及他们又是到了什么地方。比如说美国的印度的侨民和温哥华的这个印度的侨民，他们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再回到刚才讲的是不是族代就会减少的这个问题，在我的体验当中，我在看到其他的美国的侨民，在看到中国的侨民，在看到以色列侨民等等，跟要取决于来自于哪个国家，时间的推移，你与父母或者是就是祖辈的这个国家的联系会有改变，比如说以色列的，或者是印度的，或者是爱尔兰、德国、中国的这个下一代的与祖国的联系是有不同的，特别是往下传了三四代的话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联系是会被弱化些许，就算是过了四代，那么依然还是会有一些联系，就算是第四或者是第五代的印度人到了旧金山或者是华盛顿，你总还是会受一些原国家的影响，无论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侨民的这些活动当中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二呢，我觉得这个关注点会不一样，比如说印度侨民要关注的是整个印度群体的影响力的增加，更多的关注当地的这些活动，而更多的与比如说新加坡、英国、美国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加紧联系。那么有没有一个全球印度化？比如说你到这些温布尔登体育场，或者是到其他的这些体育场的时候呢，是否会想到有一种全球的一个联系？在爱尔兰，我们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历史。也就是一些关于各个这个群体的这个软实力，对软实力，某些方面来讲呢，它也是与这个外交的这个实力相关。我们看到了有提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个这个国家来说呢，如果说是获得了一些这个慈善的捐赠的话呢，怎么样好好利用起来，怎么样更好的
做一些这个回馈。那么关于想请 Kingsley 和 Joshua 来评论一下，也就是做了慈善行动之后呢，是前后有变化啊，还是怎么样？也就是作为政府，或者说政府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旦这些慈善已经做起来之后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认为，慈善呢，它是一个渠道，让他侨民与自己的祖国进行联系。那么之后呢，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参与，比如说捐赠、医疗、卫生、文化，可以以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起点，而可以无限的拓展。这样的联系一旦建立起来，这个是可以不断的扩展，也就是归属感，怎么样去鼓励侨民的归属感。我认为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看报纸，我在爱尔兰所能看到的信息跟在旧金山和其他的地方所看到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培养他们的归属感？我同意你所说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触。慈善捐助方，他们不仅仅与祖国的政府进行联系，而且还从一个领域，比如说医疗技术，然后再把它推广到其他的这个领域当中，而且也还拓宽和加深。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我还看到了一个逆向的一个发展。我不知道 Kingsley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将商业和金融界的人士纳入进来。在印度的侨民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交易，或者说一个投资，或者说是一个风险投资，跨国的一个公司的买卖。从那开始，也就是由那样的一个企业家找到了与他的投资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能不能给其他的人一些机会？ Manamata Pardon， 你是不是想问一个问题，或者是说些什么？我想评议一下，同意之前的嘉宾所说的，政府应该是起到一个促成人的作用，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值得大家信任的平台，让侨民通过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也就商务人士、投资人和更多的领域的人通过这样的平台参与进来，这是我想说的。谢谢。我看到赞比亚的 Paddy 也举了手，谢谢。
我感谢 Kingsley 和 Sanjiva 的分享。我想谈的侨民的这个问题啊，我也看到聊天室里的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长期性，当政府和社区与侨民建立了一个联系之后呢，要持续这个关系的长期性，许多的方面都需要与祖国建立起长期的关系，同时那些侨民在其他的国家，也就在居住国的这些参与，也是要强调它的一个长期性，它不仅仅只是只去参与短期的这些项目，或者说是危机性的这些项目，而是希望可以成为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合作方。当侨民有这些组织之后呢，在全球推广开来。我还想强调 Kelly 所说的族代的一个减弱的这么一个情况。我呢是住在欧洲，那么我的妹妹呢是比我小十岁，我跟她之间对祖国的这个联系就是不一样，对祖国的感情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常常从我们姐妹的这一个体验来反映这一点，也就是我们的母亲与祖国的感情的联系，我和他的不同的这些感情联系，我认为是需要加强年轻一代的与祖国的联系，否则的话是会淡化的。谢谢，谢谢你所做的发言。我相信各个人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 Timo 的人是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请你简短的做一个发言，然后我们就得总结结束会议了。Timo 有请。Timo， 把你的静音关掉。Never mind. Okay, so guys, we've more or less run out of time. 我们时间没了。之前的这个开会啊，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也有许多的听众的参与。我来总结一下，首先呢，谈到了侨民捐赠的重要性，慈善活动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政府起到的作用，应该作为侨民的合作伙伴来鼓励侨民所做的贡献。听到了三句和 Amos 所说的，侨民他不仅仅与祖国有联系，与居住国也要有参与和联系，还听到了所说的长期性，不应该只是仅仅的一个短期的介入。我现在请 Kingsley 给他一个机会，两分钟的时间做个总结。啊，我没有想到还要做总结。Kilian， 我刚才听到了三句和其他的人的这些发言。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可比性的一个行业，总要有人要给芬兰给一些国家而不给一些国家，怎么样
是尽量的让我们之间呢互相的合作起来。我的这个组织呢就是非常的善于借鉴别人的这个经验啊，就是看到哪一个做法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去学去偷都行。就像以色列他们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吸引年轻一代再回到以色列，数百人数千人都有回到了以色列。在爱尔兰也有一个项目欢迎侨民回来，这些举办这些活动，苏格兰也有，其实是苏格兰先做的，我们偷了他们的这一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做法，我也学到了一些做法，而且也听到你们的发言都是非常的精彩，也是有很多的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得回去再想想，从今天的会议上又能到学到些什么。Have some competition here. So back to you. 好像有人串台了，是我们必须要这个结束了，时间到了。如果有任何的这些反馈的话呢，也都寄给我们，也有一些文件，希望你们去阅读，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谢谢大家，再见。